你要去哪里？你不跟我坐，为什么？你要跟谁坐啊？哦，你跟爸爸坐，不跟我坐。我一个人坐。嗯，你为什么不跟我坐？你喜欢谁？你选爸爸哦。你选妈咪还爸爸？爸爸。为什么？因为爸爸会怎么样？爸爸怎么样？爸爸帮你吃饭。爸爸为什么喜欢爸爸？那亲一下爸爸怎么亲？哼，爸爸帮他吃饭。不跟我坐。你不跟我坐，妈妈哭了。妈，你要跟我坐吗？好，谢谢谢谢。那爸爸一个人坐。爸爸，你一个人坐。对啊。我一个人坐哎，很可怜哎，怎么办？不是吧。没关系，等一下轮流跟爸爸坐，好不好？好啊。你等一下跟妈妈坐一坐。那你会哭吗？我会勇敢不哭，好不好？好。嗯。好。好。现在吗？好。现在吗？好，我勇敢不哭，好。哼。我笑。我不哭。我不哭。我勇敢，不哭了，好不好？要吃饭了，我把妈妈口罩拿下来。口罩。口罩。啊，吃饭，口罩拿下来。不可以坐。好。跟我。可是我要勇敢，不能哭。你以为勇敢？没有哭。没哭。啊！我要跟弟弟坐。你要跟我坐吗？爸爸，爸爸一个人坐啊。爸爸他也勇敢不哭哈。勇敢不哭就好了嘛。因为爸爸是大勇士啊，大的人，所以他不哭。你是小小的小朋友。